错地方了。哦，我的羊，这是笨狗啊！哇，啊、对，我在下面看到羊会那个哈，对，不是是野生的啦，野生的羊，野生的。他在帮你长经验值哎，我在把羊引回家。那你就要坐着，叫他不要动。那我家有落水羊啊，落水羊，后院个落水羊，那好吃吗？落水羊听起来很不错，我是还没吃吧？听起来好像。感觉跟潜水机是类似的，潜水机概念。你的啦，还你。西钻还在、欸，看一下怎么赢哦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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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已经就定位了。我还没。在哪就定位？对啊，在哪就定位，其实都可以啊，没差吧？我在地狱，喜欢哪里就在哪里。哎，就到这边啦，下次再来这里啦，休息啦，拜拜拜拜，下周再见啦，啊，拍摄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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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小宝没盖一根啊，等一下啦，为什么？这一根是干嘛的？蛋糕，好、哦，对，这根，不要我在乱讲话，你们又开车或我开车。好啦，今天礼拜一的他们就到这边啦，就只有两个小时，嘿，那之后再把家里盖一盖。本来是要跟小雨去住洞穴的，我比较喜欢那一种，不喜欢盖，就是那种挖出来的感觉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去玩猎龙，是说可以私下慢慢盖啦，就是轻松玩，不要太推进度。嘿，我们就是慢慢玩，不然一下就毕业又不好玩，对吧？那 这系列就是每个礼拜一都会来玩，嘿，那礼拜一再来看我玩吧，看靠，搞不好又满团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他要打碎龙啊？嘿，谁打碎龙？碎龙这什么？天灵刷碎龙天灵啊！我要个光线，哇，才两个。对对 ，Hello， 纽克 ，Hello， 哦，没有打过了，杰林 ，Hello， 我看到他了。你们是两人的还是四人的？两人的。等等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刚接完两人的，你们就全部出现。你没关系啊，在开台呀、啊，没关系呀、啊。嘿，讲讲，没关系呀、啊。欸、去看地配这个斩龙很小只呢、欸，不准杀。不要火啦，我被开红了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的头可以顶到他的头呢、欸。那要打他吗？我觉得他有小金呢、欸。真的可以先杀。那斩龙好像也有小金了、欸，杀吧。杀他，杀他。等一下，我要回归球。猎人的直觉告诉我他小金。好 ，Go。我被碎龙追杀走，我去拿个回归球就过来。猎人的直觉告诉我快毙命了，救命！不会啦，小赢啦。但我觉得他有小赢，他我的头站起来顶到他的头、欸，哎，他头超低的、欸。斩龙2215哎。我来啦！
来研究补妆啦。嘿。生产装备。战龙好不适合拿散弹打哦，全身都是。他只有头部有弱点吧？没有，他头部也不是弹点，他尾巴还是弹点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都是加攻击力的啊。来了，混成一个外力种子。好，你尾巴软了吗？根本没有软化啊，我一直在打。我来看看可以把它撞下去。有了，撞了，那我软了。他尾巴只有软那个红的时候才是弹点，平常还是打头部好了。头部软了，我不软了。哦，卡墙了啦。塞。攻变装备。没有红啊。我要上去打。很小只，他连尾巴都贴到地板嘞。这几，等一下来试试看。塞，算了，没有石头。向前，跑去那边了。哦，水友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不要再吼了。体力增强，我打了。手，喉咙还酸。啊，没有。更变装备。胸甲广域化，这第二颗洛斯可以用哦。要准备抓了吗？广域化三，我说有第二颗洛斯可以用啊。好好，我现在游戏声有点大的，来了。我没有看到骷髅头啊，而且这应该是你开的任务吧？啊，对，我现在应该有看到。应该可以了吧？有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都啊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啊！他跑掉了。对啊。可惜了，可惜。哎。我刚才被他尾巴挡住，射不到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刚刚也被挡住啊。我的四好多发都在他屁尾巴那边。也可以撞。嗯，我想个办法。应该可以。这么远，不知道能不能。啊，有有有。我靠！要前面多少？我怎么炸下来？晕了，他妈打死人。头部弹点很差、欸，他全身只有那两个手是弹点而已，其他都很差。展龙要拿近战打比较好打，嗯，他身上没有弹药点。我拿闪了，嗯，我血我血我血，我来麻他，来，射他，广域快吃。又跑了，跑了，会挂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显示过。都很正常。
欸，广域化有四级洞的那个吗？搭体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说有爱体力吗？有啊，有哎、欸，有、欸、有、欸、有、欸，找到了。他跑去哪里啊？有爱。哇，他的超台就上了。有爱回避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四了。还是走了。他执意要上去。执意要跑。有下就跑下来，哭啊！展龙，我今天才遇到这个情况，真的是恍如恐怖。怎么？我在下面等。这种时候我不会跳下去，我都会在上面等他。好，我等下等。嗯，我等下上去等他。好，爬。这种很浪费时间。哎，最近才腰的。结石。再晃，又没弹走。大哎呦，快死了！我丢个闪光弹。哎，可恶，我怎么开启不起？走，直接搞碎龙。好。不能嘞、欸，怎么搭都搭不出来。他在一号营地下面。你说搭什么搭不出来？就是补装啊。想说配不出来。对啊。我怎么研究这版本的？我那时候看是轰龙三剑跟那个炎飞，我比较满意而已。其他的对啊，结果炎飞变成要三剑啊。如果原飞三件你的满意，不是满意，满足感就没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要满足感呢、欸，不然一定要啊，不然吃超快、欸。那走了，走吧，没关系，这套我好多好多份，弄不出来了，跟变。我觉得你原本那套感觉就很棒啊，你那个就差只是差在。他是 R10 跟 R11 的、啊，分钟极速。对啊，想说看可不可以再硬一点，没办法了。我来玩，我被你挤下来。还可以再撞一套？没有，哎，还可以有。那只是好爽了吧？有啊，我感受到了。碎龙就是一个全身淡点的龙。毫不淡点的、啊，你有吗？他的腿就不是啊，他的手跟头都是啊，很爽、啊。哇！我看网路上很多都是把快吃拔掉，快吃哦！哇！那屁股都是淡点，很爽。这只碎龙反而蛮大只，我觉得这只有大金诶、欸，有可能吧。我一场小金一场有小金大金的感觉。刚才长龙真的小，这只碎龙真的大，要去。我来找我的那个。哦不。阎王的笛子没有动，克制一个洞啊，克制啊，我这样就没有那个啦，骨笛珠二啊，啊，跟变中宝相前，骨笛珠二，破了，克制一个洞没有骨笛珠二是什么意思？武器啦，哦哦，我想说就直接插在武器上，我就可以直接弄，哦。来了，防音
跟什么回避。哇吼！哇！我捡了九套，不用慌，我一下。但我进那边好像没有死。可以撞。我一撞还没好，撞吧。我再撞。他不让我。按错，但是大多都没射到他，但不是我应该大多没射到这个，全部打彗星在他身上。对啊，无可奈何的，我就死啊！麻痹，我准备挑战。哦，有有尾巴尾巴。没会吗？有的，这一颗麻蛋。他两只手都破了。被打尾巴的弱点。哎，快死了！有，我也看到骷髅头了。哦。麻痹陷阱，结束。除了尾巴没办法破之外，都破了。别怕了，这么大，应该有大金。水桶没大金。啊，再不去看。哇，两个射龙的天可了，是哟、如果有吗？斩龙小金，射龙大鱼，烤腰。哇，射龙大鱼不错了啦，那你之后就可以那个人为基础。大鱼哦，对啊，斩龙小金，你看他头都贴到地板了。有啊，赚到。路过看到他头贴在地板，发现事情不对劲。但天可两颗应该先够了，先打别的吧。安利没得打了吗？我还没啊，我想要等你们一起打。我是打完的。
我跟杰超打完了。这群残忍的人。什么残忍的人？请问这一个小时我要干什么？我自己打。你把我放哪？啊？我们两个打，我排两个任务。你把我们两个靠好啊，拜。好，就是龙总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我伤如何？看完啦、啊，我是觉得那个 KO 数太需要。是哈。对啊。你要 KO， 你要装 KO 数，不如直接穿那个强打一装就好了。是。哦。等一下，鼻涕我多。哦。这声音贼刺激的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在开台？我才在开啊，当然啦、啊。你关个麦再醒吧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是问开台哦、喔，那再继续醒哦、喔。继续醒、啊。他就是确认你在开台，他才要醒更大聲。我知道啊。没有，我有离麦克风远一点。没有，一样大声，一样大声，好吗？就大概是侧身的程度而已。戴耳麦，然后侧身，有没有？笑死。啊，那你贴你的，可以贴你的厕所。刺客一装应该没有隐身效果吧？没有，没有跑速效果，跑得比较快。好，呀、嗯，我昨天在看。巴哈的散弹配装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配解放。要啊，增加子弹的。子弹的。你有配解放？我有配解放。欸、哦，为什么要解放？增加你可以一直使用的。散山的震弹，那个不是震弹，散山才会比较多发装、啊，能够装的。你解放上有八颗可以。装六八变八八吧，还是七八变八八？我多一颗子弹，你的巡回伤害那个一定高啊。所以有人才会配利刃呢、啊，可是我不想要配利刃而已。对啊，散弹不需要配利刃啊，太那个。我会说不需要配啦，如果能的话，我还是会配啦。只是我没那么强、啊，不然我就把铁臂护士拆了配利刃。我想说，它上面只有写轻弩而已。重弩也会啦，他一直都没有改那个解释。哦，是。从世界出来就没有改过，谢谢。这个不打算要再继续改变。为什么你声音突然变那么大？我要把你调掉。啊因为有人说声音变小。不是你声音就常常忽大忽小、啊。没关系，你不要动，你就继续打断我。因为我把你调到100，快200了。真的太小声了。好，第二件是另外一个是贯通弹的。就他妈的。怪通的你有重配是不是？我新配，我就只有配这一套而已、啊。另外一个那个谁的雪崩，驯龙的我没配、啊，要变那么多了。龙的我觉得没有太强。哦。雷尔麒麟机械。现在不用控制。
又可以练习一下了。嗯，伤好了，好像好一点。嗯，一代更新版本，对痛击应该不需要，这就够了。地回避，把这个删掉。痛击不需要。因为我的基础彗星就70%，没有痛，没有塞痛击。哦，光武器那个彗星加上看破就已经70了，所以你只要有一颗攻击，一颗痛击，那个痛击珠上去就会变成80，然后你软化完就有85，应该是够用了，直接溢出，嚣张。是嚣张，我来看看。让你要撤甲的吗？好，撤，全开展备，一进攻击。站准备，开始玩怪物猎人。你说你哦，恭喜啊！因为要那个合作活动吧？什么合作活动？鬼灭之刃。鬼灭有吗？有了，已经试出来了。真假的？是，我看到。我也没看到、啊。我昨天还是前天就看到这个消息。我只看到怪物弹珠、鬼灭之刃的活动合作。对啊，就是那个。那是怪物弹珠啊。对啊，怪物弹珠。他就是他说魔物猎人。哦，我看错了。What the fuck？ 我看错什么？我明明讲的。魔物猎人是跟龙版的。哦，龙版的是啊。那个。那个也不是魔物猎人啊，是龙伴跟魔物猎人啊，你这个相反的、啊啊。我听错了。前面后面差很多啊。是。兄弟。姐姐。等一下，不要误导啊！你这个差点把你崩了。KO 准备。我想问你们都还在研究装备，我就你打餐券啊。我们来，我去打我的勇者。开啊，我就进去啦、啊。看来两条冰鱼龙很适合这个任务。嗯，我也是打一个。是。我练一下那个吼。练，都练。都可以练。就是一直拉
数字塞上去。你是音量真的开很大、啊，不然我怎么常常讲话都没听到？啊，我的 BGM 吗？没有，我你是说我说话的声音还是我听？你听我们的声音。我说你魔物猎人的声音是不是开很大声、啊？我基本上没改过、啊。那就是很大。不然我们常常沟通都被音乐盖过。哎、欸，有改过。我痛级升到六，痛级到六，为什么你的痛级有六、啊？怎么厉害、啊？是痛级的、啊，对不起，那个看破吧，我差点就看破了，讲错了，讲错了。我说你的痛级到六，那么厉害吗？太痛了吧！这会级，这会级会心率一定只有100%的，或者80%左右。你也差点被我检举了，好恐怖啊！想说你开挂、啊，开挂啦！耶、yeah, ，我可以看到布布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先继续打好了，先刚好再进来。好啊。反正有多久？亚普，亚普。我怎么找不到挑战在哪里？啊，挑战，还不是二级数字吗？对啊，在好像在全开那附近吧。我又被丢包了，为什么？咦、嗯？哎、欸，阿奈斯怎么进来？那我离开，我离开，我离开。啊？啊？哦，有矿脉啊！完蛋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奈斯奈斯没说他要进来，我离开，我离开，我离开。江江，每日快哦！我的矿脉，不然要被我抢走了。我没有挑战猪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啊？怎么可能？猪呢？你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？嗯、我干脆把它卖了吧。有什么好卖的啊？不可能吧？我怎么可能卖挑战？背上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我全拔了，没有哎、欸。所以啊，我没有挑战。哇，那你用那个、啊？你的炼金票还在吗？银的或铜的？还在。去练练看，你去啊，还在啊。银。去练练看啊，用银的去练练看。去赌运气吧。我是觉得你就自己先陪我多打一点地战了。是也可以啊。他跑走了。对我的矿脉去挖一下。在这里。我以为我才刚爬能过去，你要怎么过去？白痴鱼哟！对啊，赢的会比较容易出以前世界。我今天睡了15个小时哎、欸，好屌、哦，累死！睡太久了，不是啊，睡平时这样子开台，我也开了一个多月了哎、欸，不间断哎。哎，马上生气了。有了有了，有 feel 了这个弓箭，哎呀，弓箭装配错。猫的后面交给你们。好。丢包丢在附近也是真的是蛮会丢的。贴心呐、啊。贴心呐、啊。小
记得、哦。那我连喝热饮的机会都没有。那我给你好了。他是不是朝着我、啊？对。好，给的。啊！干嘛啦？被打飞了。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参军猎人没办法，只能默默的打参军。还是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结果你看大胸彩虹是抱着风飘在睡觉、欸。弹起来！这条鱼是有点大只吗？还是我太久没看了？有点大只。我对于龙种真的没什么。直觉感太糟打了。我们需要冰鱼龙博士。好，鱼龙总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。环境生物是我的研究范围啊。除了鱼龙总以外的生物都能分辨大小径。好，太难了。它就是条鱼。他就是条鱼。不过让我提，耶，开砍！哎，我哦没有，我以为我是跪坐在波波上面，吓我一跳。跪坐啊，那个脚会稍微 Q 起来。对啊对啊。哎，拍死！怎么了？另外一只跑来撞我，这一只波波害我差点掉下去。还要救他的同伴呢、啊？对他很好呢，你背上一个奇怪的人，怪怪的人。我对待他比对待我家那只猫好多。我都没有叫他去帮我放烟的。你猫咪，你的猫永远也不会主动放吧？会啊，猫就是个智障。没有，我是说看你对齐。你猫也太烂了吧！欸、我七小七，小智给我七。待遇太差。哦，我的妈！那一通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丧尸化不是等于不动一桩吗？没事。对啊。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开撞！啊，被吼了。杰克，开大。哦，